你听过太监真正的声音吗？这是清末太监孙耀庭生前的第一次采访。我啊，叫孙耀庭，今年81岁了。81岁高龄的他，声音浑厚，根本不像我们在影视剧中听到的娘娘腔。第一次面对镜头，显得非常的从容。他也很高兴把自己在皇宫里见过的事情分享给大家。随后在被问到为什么进宫的时候， 他这样回答道：“周围的邻村里头啊，哎，竟当太监的，我就动了这个心了，哎，就这个我举个例子说吧，孙妹小德张了，当了太监了，全都发了财了，我呀，哎，就有这个心呢，哎，下定决心吧，一生非当太监不成。”孙耀庭口中的小德张，就是清朝末代大名鼎鼎的太监总管张安德。 在宫里深得慈禧太后喜欢，并赐宫号小德张。他刚好也和孙耀庭是同乡。据说在他衣锦还乡退休后，妻妾成群，就连当地的县令都去看望他。而这种风光无限的荣耀，在孙耀庭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种子。他想长大后也进宫，就可以像小德张那样衣锦还乡，再也不用受人欺负。可命运往往捉弄着苦命人。 我啊，衣锦公啊，就当小吏，没有这个什么，没有工资，这就是你嘴脏、嘴累，什么活都让你干。明朝灭亡的时候，紫禁城里面大概有10万太监，可是时间到了清末，宫里的太监连同孙耀庭在内已经不足千名。孙耀庭平时非常的机灵，所以他曾经也亲自伺候过溥仪皇帝和婉容皇后。但清朝灭亡后，在皇宫里当了一辈子太监的他，落得一身病。 建国后被政府安排在寺庙安心静养。在他死后，关于太监这个几千年来不人道的职业也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。